妹主内平安。哎，好，再把圣经打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13节，以西结书33章第13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我对义人说，他必存活。你听，他必存活，这必是肯定的意思，绝对的意思，他必存活。那么这义人的义，有人说啊，这义人的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因信称义的义人。这么说，他必存活，紧接着就说一句，他若倚靠他的义做罪孽的事，下面说怎样，他必灭亡。一面存活一面灭亡，是不是啊？这个必，那边还是必，两个必，是不是啊？是。那么在旧约里，在申命记说，我们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律例，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是我们的义啊。是不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是谁的义？我看罗马书啊，看罗马书，看罗马书，先看第10章，第10章里边有我们的义，有神的义，这两个义你区别开来没有？你要没区别开来，你可能把以西结书33章这一段经文就给解释成因信称义的义，这两个义不同，就有两个不同的果效。一个义是肉体里的义，就旧约人的义，人的义呢不能救人，人的义只能是一时的，你必存活是在一时间必存活，但过了这时间你要做罪孽的事情，这义不被纪念，是不被纪念的。这里边说，我刚才说了，比如说你99%行义了，但只有1%，只有1%做罪恶了，那么前面99%全部怎么样？作废，对不对？这就作废了。那么上帝呢，就因着这一个恶，就不纪念你99%，这在人里头行的义，你说人的义能不能站立得住？站立不住。我们看第十章，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意。得着这个意是谁的意呢？神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神的义就可以立定，人的义立不住，一会儿做罪孽，人的义就被勾销了，再做好事，人的义又出来了，是不是啊？就在肉体里边，就在肉体里来回改良改善，改良改善，一会儿是义人，一会儿是恶人，一会儿义人，一会儿是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证明以色列人得没得救？没得救，所以他在求，愿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谁的意啊？自己。这说明，刚才我们查以西结书三十三章这段经文是自己的意，是人的意，是谨守遵行律法的意。那没守住呢，就又成罪人了；守住了呢，就又成义人了；再没守住呢，又成罪人了，就来回变。所以我说他是不定式的，人的意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上帝要把他的意给你。人的意是有瑕疵的，神的意是没有瑕疵的，所以神说我要把我的意给你。这意会不会因着你做罪孽的事情，或者你今天肉体软弱了，干犯了什么样的，是不是啊？做了什么错事的，紧接着就把这意给你勾销了，神的意给你勾销了，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刚才我们查了，查了，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怎样啊？律法，新约和旧约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今天神就不用把他的意给你。好，咱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说谁相信就加给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再看，并没有分别，无分别了，就神的意是加给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怎样称义了。神的意不管你做错做坏做好做赖，是不是、啊、不管你税吏娼妓盗贼，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你因信耶稣基督就没有分别，就因信耶稣基督加给白给赐给，是不是、啊、赏给，对不对？加给、白给、赐给，是不是、啊、赏给，这神的意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一白给跟人的意就不一样，人的意得做好了才成义，这不用做，白给的，做好做坏都白给你，是不是？就跟上帝用日子照好人也照歹人，不看他好坏，该给他的就给他。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什么？神的意，神的意是加给的，是吧？白给的、赐给的、赏给的，不在乎你行为好坏，不在乎，是不是？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人的行为。这新约这个意好不好呢？好，他不在乎人的行为。好，看几段经文啊，不在乎人的行为。先看四章一节，神的意给我们是不在乎人的行为，对不对？神给你的意是白白的诚意，因为旧约的意是你做好了才诚意，你不做好不能诚你的意。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是问话，是不是？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算为他的，他的信神这个信就算为神的义，算他的了，就信就行，不靠肉体，不靠行为，是不是？神的义加给他的，是不是？白白成义的，不靠行为的，所以叫你效法亚伯拉罕，就这么信，不要靠手，只要靠手，你行好了就是义人，你行坏了就是罪人。所以呢，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算为他的义，做功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唯有只信。唯是什么？单独的，单单的。只信是什么？什么叫只？也是单单的，不用做功。新约神的义不用做功就得着，旧约人的义呢得做功才能得着，得做好事才能得着，这样有没有区别？所以人的义是个恶道，你要离开你自己的道路，是不是啊？悔改，真正悔改的意思意义就是离开你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不要再那我认为我觉得那人不做点好事，那信耶稣还能作恶吗？你现在就在你的道路里头，你是在你的意念里头。那人白白成义的，难道不加点行为吗？你现在已经在灭亡里头，因为你没信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给的，是不是？是是。第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白白的成义，是不是？我这义怎么来的？白白的，不在乎你的行为。亚伯拉罕就这么信的，你行为好坏，行为好不是义，神就现在就这么给你立约，行为坏也不是罪。昨天我讲到了，人被定罪是因为亚当，人被称义是因为基督，人在亚当里被定罪，在亚当里就得靠守，在基督里就靠信，靠信就得到神的义，靠守就得到人的义，得到人的义就死亡之路，非死不可，对不对呀？对，就白白的成义。再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得着的，是不是？得着的，加给的，得着的，加给的，白给的，赐给的，赏给的，得着的，我得的，从哪得的？从神那里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我现在不是行义，是得着的，神白给我的，对不对？我一点功没做，他就把义给我了，就因一个字信，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如果今天你是得着的义，是神叫你得着的义，是神赐给你的义，是神白给你的，赏给你的义，是不是啊？得着的义，你这义永远不会变成罪，这是神的义。神的义他从天上降给的，他看地上谁信，谁信就加给谁，是吧？就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加给的，赏给的，赐给的，白给的，白得的，好不好？人的义就不行了，做好了成义，做不好成罪。人的义是在有条件下的，神的义不需要条件，没有分别，你只要信就行，一个信上帝就把义加给你，而且这个义能承受世界，因信而得的义，是不是啊？好，再看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242新约圣经，好的吗？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跟行没关系了。新约就好，就好在这个把行给他废掉，把人的行给废掉，因为人怎么行行不出来义，没有一个人因守律法在神面前成义的，没有一个人靠行为在神面前成义的，所以亚伯拉罕早就看明了，
因信称义这个理，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道主面前就因信称义。因为这里边说，这里边说第五节，他们救了我们，并不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不因自己所行的义。是不是啊？不因自己所行的义，这义，他便救了我们。谁主动？神主动救我们，跟你自己所行的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不因自己所行的义，因为什么不因自己所行的义？因为自己所行的义，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自己所行的义在神面前如同一件污秽的什么衣服，所以不因自己所行的义，你行好了也是污秽的，你行不好也是污秽的。行好行不好在主面前神都不悦纳，他要悦纳的是馨香的信心，那信心如同馨香的供物陈列在主的面前。不因自己所行的义，不因就是把自己所行的义给怎么样，给怎么样枪毙？枪毙人的义，要立谁的义呢？神的义。神的义，既然不因自己所行的义，往下看，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他要洗你，重生洗你，必须借着重生，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他要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什么更新？他第一，我要接受圣灵的洗，第二，我要接受圣灵的更新。听明白？真正的悔改是转向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圣灵在我身上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两步骤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接不接受？接受。他要洗你，圣灵洗就是圣灵重生了，圣灵更新就是圣灵要在你身上要脱旧的穿新的。因为你这旧人你怎么改也改不好，你改好了他也是旧人，就像两个大粪桶，你改把它改好了，它叫什么名？大粪桶，是不是啊？这大粪桶啊，这还有一个粪桶，一是敞口的，一是盖的盖，盖盖的也是什么？粪桶。不盖盖的也是什么？粪桶。迷宫啊，是不是粪桶的？这竹筒的桶啊，木桶啊，粪桶也是粪桶，这是不盖盖敞口的，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大。这是盖上盖的，也是粪桶。这怎么改？它也是粪桶。那么这个敞口的是外邦人，这盖盖的是犹太人，这俩粪桶哪个好？都一样，是不是？好，把这两个粪桶刷一刷，刷干净，用洗涤精刷干净，是什么桶？粪桶。干净的是什么桶？粪桶。都干净了，刷干净一点味儿没有了。对，那也是粪桶。也是装粪桶。对，那也是桶。咱们中午就用它盛饭行不行？不行。他们还是卑贱的器皿，是不是？他的器皿就是卑贱的器皿，人用它来装什么？装粪的。那么今天呢，装粪的粪桶刷的再干净，它的名叫粪桶，是不是啊？是。那饭盆今天中午没刷，它叫什么名？饭盆。没刷呀。没刷的也是饭盆，也是卑贱。
你听明白吗？饭盆不刷也是饭盆，粪桶刷干净了也不能当饭盆，听没听明白？也就是说，你人那个义做的再好也是污秽的，人的义在上帝面前就如同一件污秽的衣服。人今天就不能立自己的义，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神，是不是啊？当你靠着自己的义，最后你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人的义进不去天国，因为人的义做不到神的标准。所以这里面上帝说，我们看第五节，他便救了我，这才真正救我们。我们在旧约里一会儿行善，一会儿行义，一会儿行善，一会儿行义，靠肉体改来改去的还是个罪人，是不是啊？世人都犯了罪，一句话就有了，是不是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旧约的人有没有靠着肉体不犯罪的人？有没有靠着人行义不犯罪的人？有没有？把这隔上看传道书有没有这样的人。传道书七章，传道书的七章第二十节，找到吗？七章第二十节，时常而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有没有啊？650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了，时常我去行善不犯罪的艺人上在世上能不能找到一个？647这句话就包囊了，就把所有的世人都包。时常行善，靠行善去不犯罪的艺人世上有没有？没有啊，这里边一下就否定了，你不能靠行善，是不是？因为自己所行的义啊，是不是啊？他今天没有这样的人，靠自己所行义不犯罪，时常去行善不犯罪的义人，行义就是行善，行善也就是行义。时常靠行善不犯罪这样的义人有没有？没有。那有什么义人？有什么义人？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称义的义人，世上找不到。靠行善不犯罪的艺人，时常行善就不犯罪的，这样艺人找不到。那找不到，亚伯拉罕知道找不到了，亚伯拉罕靠什么？靠信。好，再回到提多书，那么既然没有行善不犯罪的艺人，有什么样艺人？有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称义，不靠行善，对不对？有什么艺人呢？有不靠行善的艺人，不靠行为的义人，不靠我自己行出来善，因为行出来善都得死，因为我一会儿行善，我还一会儿还行恶呢。人的性情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呀、啊，在人里边这个肉体里边追求去行良善，行点善，想讨神喜欢，永远不可能。这自救法你就打消了吧，人无法救自己。他便救了我们，是不是？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正因为人靠行善没有办法成义，所以这里边说，神在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不是因这件事，否定的意思。乃是是肯定的，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喜完圣灵更新，必须走这条路，行不行？走这条路行，可以不可以？因为人没办法救自己，所以他用这么一个方法，他救我。原来是我救我，旧约是我救我，新约是神救我，他便救了我，我不再靠自己救自己了，不靠救自救法，乃靠信主救我的方法，好不好？神便救了我们，并不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把自己所行的义先抛在一边，先放在一边，行不行？不因我自己所行的义，那既然不因我自己所行的义，我的义应不应往上端？
今天咱们中午吃饭了啊、哦！咱们中午现在吃饭了。今天不要把那个剩饭、剩菜、酸饭、酸菜往上端，行不行？新饭全是新饭，摆上新的，是不是？那么这个饭呢，是上帝给你造的属天的、属灵的饭菜，不用把我那个地上饭菜往上端，行不行？因为不在乎你自己所行的意，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所行的意不能往上端，天国这桌饭菜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的，这救恩只有耶稣基督做成，他来救我们，不靠自救法，好不好？我讲了立功之法、自救法与被救法，这是我单独讲这么一个课题，立功之法和信主之法哪个法好？信主之法。所以旧约那是立功之法，以西结束那段经文是立功之法，千万不要把那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身上。真正的回转就是远离恶道，自己所行的道，因为你自己这个恶道啊，它不能够救你自己。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进天国，你信不信？得耶稣来救你。耶稣第一步就是先怎么救呢？借着重生的洗，第二步就借着圣灵的更新，第三步是什么？基督再来，使你身体得赎，都是他救我，不是你自救。你别想换，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讲的不是你自己，查验何为神的纯全，不是你的纯全，是神的纯全，神的善良，神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不好？查验一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今天就设定个信字，看谁在信上建立章程，看谁在信上建立工程，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好，往下看，圣灵更新。下面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浇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什么得成为义。恩德成为义，我怎么成义的？因他的恩德成为义，是不是？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你要成熟产业呀，不因着你自己所行的义，乃是因着神的恩得成为义，好不好？好。你今天成为成义，怎么成义的？因信，因信他，因他的恩得成为义。这经文明不明显？明显，特明显，特明显。这么明显的，竟然被人忽略了。忽略这么大的秀，你就没办法逃退。将来上帝要整死他，因为你把什么忽略了都行，你不能把救恩忽略了。神救我的恩典你要忽略了，你又跑到救恩，又跑旧约里头，是不是啊？你跑旧约里头，你就得靠什么？对，你得靠手。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去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神。我们归向我们神，神最后就他必广行赦免。离开，悔改是离开，是不是啊？离开那个地方，那地方有危险，有炸弹要爆炸，你要离开，是不是离开？是，跑开，是不是？躲开，离开，这是危险的路，这是要命的路，你要从你的道路中间离开，从你的意念中间离开，你不离开，那么今天呢，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要来到。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都在自我肉体里建造，危不危险呢、啊？人肉体里如果能够挖掘出来良善，你在肉体里建造可以，但肉体里有没有良善呢？没有，没有良善。保罗说，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怎么能行出善呢？他连有都不，他不称呢，是不是？
就像那枪的没有子弹，你跟别人两个狙击手对决的时候，你一发子弹也没有，你枪里没子弹，你瞄准了嘎大一下勾一下没勾响，人家啪一下勾也打死你，人家有子弹，你没有子弹，那你没有子弹，别人给你一个说我给你一把枪，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枪，而且有子弹，拿我的枪你还不要，你自己那个还不是破土炮呢，拿个破土炮子跟人狙击手来对决，能跟他对决吗？你只有怎么样的死路一条，拿破土炮啪嗒也打了一打多少米，50米，人家狙击手一打都上千米，你在千米以外，人家看从那瞄准镜看你看真的一样把你打死了，你说你活不活该？有两枪，他说我这个枪是老土炮子，我这已经用惯了，我用别人枪不好使，那时候我交给你，我这枪能打出1500米，你那枪只能打出50米，哪个好啊？1500，美国的芭蕾是不是？那个狙击步枪 M12 的狙击步枪都能打出上千，1500米到2000米，给你一把，你要不要？说我给你，你要跟他对决，我给你一把好的。神说我给你义，你这义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要不拿我这个义，你就没办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守出来的义，今天你必要胜过他的义才能进天国，他进不去天国了。但你今天他那义那标准是人间最高的标准，犹太人法利赛人所行的义是人间最高的标准的义，因为他们是严谨守律法，是不是啊？守出来的义。但耶稣告诉他，你们的义必须超过他，要胜过文士和什么？什么叫胜过？超过胜过就远超过他，战胜他的义，高过他的义，才能够进去天国呢。那怎么这个义怎么才能胜过他的义？他守我一定不守，他追求义我一定不追求义，能听明白吗？我不追求义才得着义，我用不追求的方法来得着，好不好？好，我不追求就能得着神的义，我一追求争的没有让的有余，我一追求就是人的义，就是律法的义，是不是啊？不追求这个义，罗马书不追求啊，罗马书9:30，追求是不追求，你看追求的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不失败，他叫弄巧成拙，什么成拙了，玉拙的拙，弄巧成拙。我们看不追求的和追求的有什么区别？追求的人往哪追求？他一下子就追求到我里头了，一下就进到自我里头，追求什么的义呢？人的义。所以我刚才查的人的义和神的义的区别在哪里？靠守的是人的义，靠信的是神的义，是不是啊？神今天要把他的义显明出来，我今天必须得立他的义。真正悔改的人是立神的义，不立人的义。真正悔改的人是走主的道路，不走人的道路。真正悔改的人是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主的意念。找到没？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本来不追求，这义不是追求来的，一追求就得靠肉体守，我得好好行义呀、啊、一追求就变成行义了，就变成谁行义了？人行义。那圣经不是行义的才是义人吗？这个行义，约翰一书那个行义和这个人行义不是一回事，那个行义是耶稣基督一行的义，
这个行义是人靠律法行义的义，把这两个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你能不能区分开？假如一个金条和那石头块放在一起，你能不能区分开哪个是金条，哪个石头块？能吗？那你是捡金条还是捡石头块？金条。咱们就上后边那下边那地里挖掘出来金子，那抓钩机抓出来金子，又有石头又有金子，金条都混在一起，金元宝都混在一起，是不是？现在大伙都去捡，捡谁能捡多少捡多少。你去了挑什么捡？金子捡。那有的人不懂啊，就把石头块装回来一大兜回来。那石头块能不能当金子用？能。神的人的义能不能当神的义用？能。你整了一大堆人的义有没有用？没用。能不能进去天国？不能。这是绝对进不去天国，所以这里面必须找。那么追求呢？看你往哪追求。你追求捡石头块，你追求人的义，就等于捡石头块，是不是啊？捡石头块的人就建立在沙土地上，对不对？他的生命比金子还宝贵，是不是？比宝贝，比珍珠还宝贵。今天我必须得他的，不得我在未得他生命以前，我必须得到主的义。神把所有世界都给你。因信称义的人，神最后把这个属灵的世界都给你。那你现在要寻找的，要得着的，就是神的义，好不好？我要想得神的义，我必须分清楚神的义和人的义区别在哪里，否则你就没办法得到神的义。神的义和人的义有没有区别？神的义是加给我的，从天上来的。人的意思我自己行出来，从地上来的，是不是啊？是人的靠老肉体老妇人生的这个污秽不洁的这个老人去行出来的东西，他人不洁净，那行出来的东西他也不洁净，所有的意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好，再往下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意的外邦人反得了意，得没得着？怎么得的？就是因信而得的意。但以色列人追求的是什么义？律法义。一旦追求律法义，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今天诸多教会不看这些经文，一看这些经文躲避开来，他眼瞎了，他心硬了，他眼瞎到那个程度了，就这经文就摆在这个地方，他怎么就看不明白呢？是不是眼瞎了？谁瞎眼像他们呢？谁心硬像他们心硬，心硬到这个程度了？这经文就在这摆，他就看不着。神给他迷昏的心，叫他看不见的，是不是啊？两伙人，一伙是外邦人，追求不追求义？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他不追求义，不追求谁的义？人行义，是不是？人的义。那么追求犹太人追求人在行义，守律法，追求律法里的义。律法的义，你要想在律法成义，就得行。行完就跟以西结说三十三章那一段一模一样的。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就会在这里头。正确。你说人还能好吗？那里面明说的，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这样世上没有，是不是啊？是。那找不着啊，既然找不着，他还要那么做，是不是找死啊？打灯笼捡粪，是不是啊？晚上打灯笼去捡粪去干什么去？捡屎。找死呢？对。是不是找死啊？到处找，看哪个地方哪里地方有屎，上哪去找。你看现在找死的人特别多，他明明知道人的义不行，人的义立不住，这是一条恶道，人以为正，是不是啊？箴言书14:25，是不是人以为正？看看箴言书
他肯定以为正。十四章第十二节，箴言书十四章第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通所谓死亡的路。十二节，找到吗？找到了，找到。来，一起读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看这条路啊，被众人接纳。就是靠律法，追求律法的。你看，那是律法是神设立的，能不守吗？那不守不就随便了？得用律法规定一下行为。这条路是不是人以为正呢？对不对？靠行为是不是人以为正啊？你看他行为也不能随便啊，咱得好好规定一下自己的行为。完了，不让圣灵更新了，不让圣灵重生他，不让圣灵在他里面脱旧的穿新的了。他这么一做，圣灵马上停止工作，重生都不重生他，是不是以为正？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这条路反得不着义，是不是啊？就这条路，在人大多数人中间以为什么？正。你以为过吗？你以为那律法神颁布的呀，不能也不能废掉，也不能不举手啊？你从前有没有这时候？有啊，那咱们也不能不加上行为呀，有没有？有。那信耶稣了不加上行为，那能行吗？悔改，信不？对不对？不悔改就要灭亡。你这么以为本身就是错的。什么叫悔改？你把你从前这样以为这种意念把它除掉。不义的人当你本身不义，你能行出义吗？啊，你本身这个人就不义，这个老肉人他就不义，能行出义吗？悔改。怎么悔改？除掉自己的意念。你要想意念除掉，就得人死，人死意念就除掉了。明天我会讲到那个地方。真正的悔改是除掉自己的意念，别靠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错的。一旦有这种意念说，那咱信耶稣，那咱也不能随便的。就这种想法，这是个什么念呢？恶念。那叫什么？恶道，是不是啊？恶道是由什么产生出来的？恶念，是不是啊？他觉得上帝更新不了他，他觉得上帝救不了他，所以他才有这种恶念。你看神救他，他都信不着，他相信到他自己的。你相信自己，你倒别犯罪呀、啊！你怎么白天交多，晚上就去认罪呢？你干了这么多年还是罪人，当了一辈子罪人，信了一辈子耶稣，当了一辈子罪人，你倒把自己都变好哎？怎么还没变好呢？但里边还有这个恶念，这个恶念从撒旦来的。我先告诉你，这个恶念是从撒旦来的。追求律法的义，这个恶念是从撒旦来的。追求行为上归正自己，这意念是撒旦来的。为什么叫恶念呢？恶念是谁给的？撒旦给的，那恶者给的，叫你以为这是正的，叫你误入歧途，就叫你进入自己的意念中间。那咱们也不能信了耶稣，也不能不加上行为啊。这恶念是撒旦给的，这行为是圣灵更新的结果，是圣灵在我身上更新的结果，结出的果子，还是我自己加上的？是肉体里产生的，是圣灵产生的。圣灵产生的。这种恶念
导致了他所行的是什么恶道，最终结果跟那恶者一同下地。因为接受的不是主的意念，主说不在乎，但你说那你不能随便啊。你看这个恶者，你看就把这个人以为正这个恶念在普世的教会中间畅通无阻的在宣讲，各个教会都在宣讲这个恶道。咱们传的是因信白白成义，他说你得做出来，你得行所行所做的行出来，做不来啊。嗯，听道要行道啊，这听道要行道是那个解释法吗？听道要行道是行道，不是行世上的恶道。啊，那是神的道。听道要行道，不是哎呀，世界上看哪个人好，我就效法哪个人，这叫听道行道吗？这叫效法世界，这是恶道。怎么这一点都听不懂了？听道要行道。对不对？对，行道，行道，道怎么说的？道说你没有良善，你必须归入我的死，你必须死，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是神说的。对，基督替你行神所喜悦的事，这叫行道。道来行道，道就是神，道住在你心里头，长大成人就行道了，显明出来就行道。谁告诉你听道要行道，用肉体去行道去了？肉体行道怎么行？得死。上帝告诉你，肉体归入他的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连听到行道这句话，他都一听到行，他就马上效法世界。谁做好事行善积德那个行？神要的是那个行吗？不是。神要的不是那个行。神要的是什么？他怎么说你就怎么顺服，是不是啊？他要更新你，他说不在乎人所行的义，你就得不在乎人所行的义。他说乃是圣灵借着重生的喜，那你就必须重生和圣灵的什么更新。当你信这话的时候，你接受他的更新，你接受他重生的时候，这叫行道。他道赐给你，你不接受，是不是啊？神义赐给你了，就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加给一切相信的，你不来白得，这不叫行道。他的道赐给你，你就来白得，这就叫行道，对不对？你白得就长生命啊，长生命，基督那个身量就在你里边一起增长，长成满有基督身量就显现出来，这不叫行道吗？是他显现的，是不是啊？不是我肉体行出来的，我肉体什么也不能行。耶稣说离开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你们必须在我的枝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好多结果子啊。什么是行道？他告诉你往我这样使，往我建造，往我身上建造，往我这嫁接，往好输送，给你输送枝浆，你才能接到真葡萄，是不是？你才能结果子，离了我你就什么也不能结，还别说结果子了，结什么也都结不出来，那结个烂桃糖稀水，是不是啊？是。神要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顺服他，他要在你身上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今天不顺服他，他能在你身上结果子吗？结不出果子，那叫行善吗？上帝那个良善的主要住进你心里，亲自结果子，亲自帮你活着，我们才能涉及到受洗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没明白，就算受洗了，你也是稀里糊涂的洗，稀里糊涂出来，洗完了你说我进去了，他说我洗个澡出来，我不过是洗个澡嘛。进去时候是我，出来还是我，我还没死，还是个罪人，还得到公认前。快使出了，你说完不完了吧？死了，一死人就脱离罪，他不相信死了，你说出来还是他，还是他有用吗？啊，那受洗一点用都没有，对他来说一点
整个的受洗对整个普世的教会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所受的洗根本不是洗礼，因为他不相信这一次受洗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不是？他说我今天的受洗是结婚，给耶稣结婚，办那个一个什么礼呢？婚礼。那洗礼是婚礼是葬礼？葬礼。你说这傻瓜，他把他办当成婚礼了，甚至讲道人就在台上就那么讲，对着几千人就那么讲，他也不怕神，是不是？洗礼是婚礼吗？不是，洗礼是葬礼。洗礼不是婚礼，婚礼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不是？是。那个火的洗礼是真正的婚礼，今天的洗礼不是婚礼，是什么礼呢？葬礼。埋葬救人的，为什么埋葬救人？因为他不能行医，不靠他行医，不但不靠他，而且要把他埋葬起来，恐怕你又转到肉体里去行医去，就怕你行医，神剥夺了你行医的权柄，剥夺了你政治权利终生，不让你行医，不是我不让，是神不让你行医的，因为你行出来的义在神面前拿不出手，如同从那厕所里捞出一件臭臭的衣服一样，拿不到神面前去，因为神要的是自己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不好？加给的，白给的，赐给的，赏给的，白得的，就是白得到的神的义。今天你不得到这个义，像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义，是不是？他追求的是什么义？所以这条路人以为正，这时候成为什么路啊？死路。都以为正啊，你看那能不表现一下吗？圣经有表现吗？没有。你要能够找表现这俩字儿，我从现在我就不做传道人。你别看这个字儿这么，表现这俩字儿这么普遍，经常有人用表现，学生学不好了，这些没守纪律了，老师下回好好表现啊、哦。军队里的军当兵的没做好，下回好好表现啊、哦。表现是世人用的词，在圣经里找不着。那不信你找来，你要能找这俩字，我就不做传道人。没有表现这俩字，有彰显，有表明，是不是？没有表现，表现是人，我今天没做好，下回做好啊。你看对不对？对，已经错了，上帝就不让你表现，为了不让你表现，才叫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免得你去表现。你表现拿什么夸口？拿肉体夸口。那么今天彰显是靠主的生命住在你心里，长大成人，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彰显对不对？对对。表明对不对？对 对, 对。表现对不对？对对。哪个是圣经的话？你得区分开来。对。如果你区分不开来，那么把圣经的话，把人的话都加到圣经里，就把表现拿出来，是不是啊？你说，现在我们要求人的品格来活出基督，人的品格能活出基督吗？这句话对是错？错。人的品格活出基督，人要用品格活出基督啊？对是错？错。这条路是灭亡的路。用品格，人的品格好吗？那好好。如果好的活出去，什么时候圣经哪个地方记载叫你活出基督了？有这句话吗？没有。基督在我里面活有没有？有。我活出基督有没有？没有。我靠品格活出基督有没有？没有。你看这些人都混蛋透顶了，是不混蛋？有人说你怎么骂人呢？我说我不是骂人，我从来不骂人，那是不是魂呢？这些东西能不能往圣经里放？不能。咱们讲到的时候能不能捎带呢？我们要表现一下，你这一表现大伙都得
自己人的自我表现，表现是自我表现，彰显是没有我了，上帝的灵在我里面更新我，最后脱掉旧的穿上新的，那属灵的身份长成满有基督身量显现出来了，这叫什么显现，或叫什么彰显，或叫表明，不能叫表现呢、啊、表现本身是贬义的，对人人自己想彰显自己，想表现自己，说表现表现，我都是基督徒了，我不得表现下我的好品格吗？你就是装，因为你还没有更新呢，圣灵在你身上还没更新，还没脱旧的穿新的呢，你光重生了，下面还有圣灵的更新呢，这一关哪去了？你给省略了，不让圣灵更新，我要靠肉体表现一下，一表现这就靠哪个？就这个肉块，就靠爹妈留下那个大肉块，就这个，是不是？正好是上帝所厌弃的，就是该隐的献祭，该隐献祭就为了表现一下，是不是？神悦纳了该隐的祭吗？这叫立功之法，我为了证明我对神的忠心爱戴，是吧？所以呢，我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我要比亚伯呢先献祭，我要把我弟弟的出产拿出去奉献给耶和华，献没献？神要不要？为什么？因为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一定是恶者出来的意念，就这个意念就是恶者出来的。有的人不理解，神呐、啊，你为什么偏心呢、啊？你为什么看中亚伯的祭，却看不中该隐的祭呢？因为该隐的祭是从那恶者靠立功之法，凡靠立功之法，那个恶念都是从恶者出来的。说没说该隐是属那恶者的？说犹大叔就明说，那该隐是属那恶者，他杀了他兄弟，是不是？他为什么杀他？因为他是属那恶者。恶者。约翰一书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属那恶者。那么今天亚伯因着信，上帝要叫你在哪先建立帐篷？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什么美？他因信才能献美，因信蒙神指示呢。你要不借着信，神指示你什么？神不会指示一个不信的人，是神指示就是谁信他指示谁，神不会把义加给那个不信的人。因信耶稣就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小信，你先决条件必须是信，是不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什么义？得着。你看不看着？先决条件是什么？信信。信，那么该隐信不信？不信。他要干什么？立功。立功。这个意念从哪来的？从恶者来的。所以今天任何人把你领到立功之法里，你可能无形中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领到这里就是恶道。立功之法死定了。今天必须我们来接受神救我。这叫被救法。不是自救法，好不好？我救我是什么法？自救法。主救我是什么法？被救法。我是被救的，我现在站在被救的，是不是？这恩典里头，来迎接上帝来救我，好不好？等候上帝救我。阿门。被救法和自救法我讲过，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详细的听一听。为什么人不能靠着自救法？是不是啊？感谢神的恩典。所以真正的悔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信福音，是不是？信福音，那么自己就得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神。这叫悔改，其他的不叫悔改。咱们现在改道，
改意念，对不对？改不改？改。原来靠律法，现在靠恩典；原来在旧约里，现在进到新约里头；原来在罪恶里，现在进到义里头；原来在死亡里，进到永生里头。是不是改了？改了。改没改？改了。改了。原来是我救我，现在是主救我，好不好？原来凭手，现在凭信。这叫悔改。阿门。凡是在手里边的，凡在旧约、在律法里头，这个人说他改，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在那改良改善。他改的是什么？肉体。上帝没有叫你肉体改，圣经没有告诉你肉体改肉体，肉体不能改，改不了。能改了吗？要改了，保罗还能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吗？谁能救我重生的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谁能救灵我脱离这个肉我呢？如果能改，保罗会说这话吗？我昨天晚上就跟那个人就讲了那么多，他都没明白，那是个不开窍的人。肉体能改的话，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还说，还有必要那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什么十架上吗？如果能改，上帝告诉你好好改啊，改肉改良改善你的肉体，耶稣没有必要死了，没有必要上十字架，耶稣没有必要付出死的代价，耶稣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死的代价呀，为了我们的命活上他的命，为了我们的生，他不看自己生死的，不顾自己生死，是不是？是。为了我们能进天堂，他不顾及一切，情愿的下阴间的，是。对不对？对。为了我们能得荣耀，他不惜一切代价成为羞辱的刑罚，被人羞辱，被人吐吐骂，被人戴荆棘的冠冕，被人扒了衣服，万一扒了里衣也被研究了。成一个裸体的，成一个赤身肉体的，挂在木头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能做到，还用耶稣基督付出这么大代价吗？你把这个救恩给忽略，你说找死啊？啊，罪该万死啊！这是，是不是？是不是罪该万死？是，死一百次都不冤，也不多，是不是？是，因为他把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给哪去？给丢了。他自己，我认为呢，这基督徒应该好好表现呢。保罗在罗马书没表现呢，保罗在罗马书肉灵交战的时候没表现呢，表现了吗？没有。并且他交战完了，没有隐藏起来，没有把它隐瞒起来，而且记载在圣经里头。记载在圣经里，表明保罗重生得救以后，他把肉和灵交战，要叫全世界人看，证明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保罗肉和灵交战的一个过程。这是好事是坏事？保罗肉灵交战是好事坏事？好事，坏事。有的不敢承认了。有的人这样，他说好事坏事？你说好事坏事？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我心里想不想做的恶，我肉体都做出来了，作恶是不是？肉体和心，那么这件事是好事坏事？坏事。坏事啊！灵里又征战。你看，好事。心灵里是圣灵的律，肉体里是情欲的律，这两个律进行相争，好事坏事，证明你是重生了还是没重生？重生了。好事坏事？好事坏事。要没有征战，你怎么发现你自己肉体的没有良善呢？你要不发现你肉体的没有良善，你怎么能够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好事坏事？好。那么你还要得照样靠肉体行善，讨神喜欢呢？靠肉体行善讨神喜欢是恶道，是不是恶道？是。他明明就是恶道嘛。是。
当今教会怎么样？教会形象？教会？不是的，不是的，全世界的教会都把这个当正，靠肉体行善。保罗最后是要靠肉体行善，是要救属天的生命脱离这屈死的身体。看看，好板住，别犯罪，那是绑不住的，那绑不住，按一下葫芦飘就起来了，你信不信？这肉体的东西，按一下这羊飘就起来。你看刚才我查你一节书，一会儿做义事，一会儿做恶事，一会儿做义呢就是义人，一会儿又做恶了就是恶人，再做罪呢就是罪人，再个义了就是行义了就是义人，按一下葫芦飘起来，它是按不下去的，啊，能不能按下去？能不能摁下去？摁下去，摁下去。你不信？你今天放缸里头，你放缸里的大皮球，你往里摁，摁下去。弄是装满水，你往缸里装满水，完了之后弄个皮球往里填上，你往下摁，看它进不进去。它要不进去，你按一辈子你都按不下去，因为它就进不去呀。本来就进不去。有的人就傻了吧，就傻到那个地方使劲。按不进去，硬按，哎按，按它干什么啊？它爱飘的，它就飘着，飘哪去就行，是不是啊？它爱飘飘。人今天就要靠肉体好好板住啊！保罗是征战板不住，征战的目的不是叫你板住，不是叫你控制住，别犯啊、哦，别犯，别犯，肉体可别犯啊！傻瓜呀！啊！保罗是要脱离，是要叫你按。控制住，保罗说：“如果他要控制住，他就在圣经后面就得写说，弟兄姊妹，你们要控制住啊、哦！肉体不喜欢良善，心灵喜欢良善，肉体做不出来，但你要尽量控制住。有吗？没有。有没有控制？没有。圣经有没有控制这俩字？没有。没有。啊，你看没有啊？”但今天教会在控制里头的多不多？多多、啊、多，控制住啊！是不是、啊？他靠什么？控制，是不是、啊？是不是靠控制啊？能控制住吗？控制。啊？能控制住？控制我，这别犯啊！很多的教会都在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它里面还在搅呢，它就假装在人间，假装怎样，没事的，就变成了什么假冒伪善。圣灵不能更新，因为他控制啊，圣灵在他身上不能更新了，所以我查提多书那段就，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什么更新，这步骤你必须照着圣灵，所以。加拉太书那个第五章怎么说的？怎么说的？第五章来，我们看。昨天晚上我给他查的，他的眼珠都把他巴拉巴拉在那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欲望。控制的吗？是控制不放纵吗？还是当顺着圣灵而行？那圣灵要干什么？更新，是不是？先把你里边这些东西给你显明出来，许可什么呢？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最后叫你发现我肉体没有良善，靠控制不住。来，弟兄怎么来？现在你没学过芭蕾舞了，学没学过？没有。谁学过？举手来。没有。好，现在就要你用大脚尖在那一个脚一只脚尖在那站着，这腿都抬起来了，给我控制住来，别撂下，就一个脚尖，就一个脚趾头在那站，你能控制住不？控制住。你要控制那个控制不住，这个就控制不住，这更控制不住，对不对？这是控制的吗？不是的，这是圣灵在做这件事情。圣灵在你身先显明了你肉体没有良善，叫他俩争，重生得救，让他俩争一段时间，
生完了，你什么时候发现我肉体没有良善，不能靠控制了？什么时候圣灵就在你身上把那个东西拿下去，那个就出来了，里边这个就显明出来，外面就可以拿下去。你什么时候发现我肉体不能行善，没有良善，什么时候圣灵在你身上动工？这叫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事，就不放纵。怎么不放纵？是圣灵帮我把肉体情欲脱掉，心喜经情欲脱掉，侍奉神，听没听明白？好，休息，我们一会儿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引导我们查考你的话，因为你知道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需要什么。你是按时分粮的主，必将你的粮食赐给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给你的教会，在这教会中间做复兴的工作，做引导和带领的工作，使弟兄姊妹的心灵大得复兴，使我们在信心上建立章程，在信心上扎根。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就喜悦人有信心，你不单喜悦人有信心，而且相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不单给我们得救，而且叫我们得荣耀，而且叫我们身体得熟，这是你在我们身上定下的旨意。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带领众弟兄姊妹，感谢你带领这几天的聚会，把你的道丰富地领到我们，使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得到你的亮光，使我们这群愚人的心都得以通达。求你继续地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继续将天上的恩典不住地赐给你这一小群。听我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